后本来是想说他就是真的家境不好，当下本来也没有打算要报警。刚来的时候他就说他小孩子没有钱买奶粉，就有跟员工借了500块，那隔天又跟我借1000块。本案警方1月11日已将范前逮捕。那范前为该店的离职员工，范前熟悉店内的营运状况。警方依窃盗跟抢夺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